我哋收到要做六場呢個指令咧，我哋係有種哇六場哦、啊，死人喎、啊、會。然之後咧，就喺一個咁濃縮嘅時間睇一個演唱會，我哋就覺得哦唔得啦，真係會死人嘅。但係到去到入台。排曬所有舞嗰一刻，我嗰啲強心針打得好好，因為我睇完咁多位兄弟嘅表演之後，我同自己講咗一句，我對佢哋好有信心，呢個 show 一定會好睇。呢個係一個對我哋嚟講都算係其中一個最嚴峻嘅一個任務嚟嘅。多謝各位，多謝各位，多謝你哋嘅。大家有冇啲乜嘢想分享下？我好啊，好啊。Tiger 講 Tiger 講，哇 Tiger 講咩啊？比場啦，唔好場啦，咁都係。我今日爸爸媽媽有嚟睇嘅，好辛苦嗎？我都唔知喺邊啊，我都揾唔到佢哋啊，所以係啊，放棄啦。啊喺度啊，喺度啊，嗰邊，嗰邊。Hello，Hello。嗰邊。Tiger 叻仔啊，好叻，好嘢 ，Tiger。Tiger 好人啊，依一個出嚟想答啊 ，Tiger。我想講咧，我好多謝我嘅爸爸媽媽。我唔係一個有天分嘅人。我唔係一個有天分嘅人，好多謝佢由細到大咁樣栽培我，所以我先至有機會可以同呢十一位兄弟企喺呢度。多謝你哋。下一位，你問想講乜嘢啊？我想講嘅係喺呢幾個年頭啦，我哋好需要希望，好需要新嘅支持，而。我哋嘅動力係因為大家願意俾希望我哋，而我哋繼續努力去。所以我想講嘅係，只要你哋唔肯放棄，大家一齊努力嘅時候，你哋想做嘅嘢係一定會成功嘅。所以我哋都一定會繼續努力去做我哋要做嘅嘢，去繼續做好多啲好嘅作品，去答謝大家對我哋嘅愛。多謝大家。我想講嘅係，我哋好多謝全民造星呢個節目。是全民造星這個節目帶我們上來這個舞台，他也告訴很多的香港人，其實香港人還可以發夢的，只要你們有夢想繼續去追，終有一天一定會夢想成真。多謝你們。我很想多謝這六場以來所有的觀眾，因為我覺得大家比喻我們的愛其實是超乎我們想像很多很多很多，因為你們我們才可以開到第二次演唱會，還可以開六場，我很多謝你們，很多謝你們完成我的夢想，多謝你們，多謝 Mira， 多謝十一位兄弟，多謝花姐，多謝表TV，多謝你們每一個人，多謝。我想說的是我覺得呢，如果我們不是經歷了梅窩調教你 Mira， 可能我們真的好像一十一兄所說，可能三年後即過多半年可能真的不見了，有機會。但是我現在可以很肯定跟大家說，我們經歷完梅窩，經歷完這個演唱會，只要大家都記得那份感覺的話，我們很肯定我們未來還有很多個三年跟大家一起走，我 100% 肯定，加油。我哋要多謝嘅人實在太多，但係無論點樣多都好，一定有你哋份。代我哋十二位多謝曬佢哋嘅屋企人支持我哋行呢一條路，因為呢一條路唔係一條容易嘅路，唔係路逢平坦嘅路，但係屋企人仍然好支持我哋。Love you， Hello 妹妹。二
燕喺度啊？哦，好啦，啊，我冇嘢，冇嘢。邊個未講？嚟啊！我嚟啊！啊，機會啊！我嚟啊！我嚟啊！上位一次講嘢啊！我想講係都係嗰句啦，付出嘅努力係會有人見到嘅，咁而且你要做咗就會有人睇，亦都好多人會肯睇，所以大家堅定自己嘅信念，努力去做好自己想做嘅嘢，有好多人會識得欣賞。我想講嘅就係，我哋十二個其實都好簡單，同我哋初心一樣，想做好每一個表演，唱好每一隻歌，跳好每一個舞，演好每一樣所有要做嘅嘢，去俾大家睇。咁呢個世界係好複雜，但係希望在座每一位都可以保持簡單，保持純真。咁就有水準啲啊！有咩第一啊？今次上香港加油！好，阿媽，香港樂壇加油！好。首先呢，我要用呢個時間多謝我的爸爸媽媽，我的家人，多謝我的家人。有很多東西都是得來不易的，就好像今天這樣，今天這個這麼完美的時刻，其實好像很簡單咁樣，我哋企喺個台上邊，你哋買飛入場睇就可以擁有，但其實唔係，好難啊！佢哋話好難㗎，好難。登珍惜翻你以前冇珍惜過嘅嘢，嗰度力會再更加大噶。望下你側邊嘅朋友，係啊，同佢一個深情嘅對眼，你又知道佢陪你嚟，其實係好美好嘅呢件事。我哋經歷了很多，我哋真係經歷了太多，高高低低，開心的不開心的，嬲爆爆的，乜都有，真係乜都有。但到嚟而家呢一刻，我哋真係明白乜嘢係一加一係大過二。我哋而家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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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深信。希望我哋嚟緊咧，會繼續珍惜住呢一份咁大力、咁大力、咁大力嘅友情，繼續陪你哋，你哋陪我哋，繼續行落去，見證乜嘢叫做 one and all。